冷风呢？接下来这位要看他跳舞，哎，徐永林，他这次选的是阿密特的这首歌《Hold On》，你丢来，掌声欢迎他。这次我选了一个快歌，就是完全没有尝试过的风格，就是阿妹的《Hold On》，你丢来，这就是挑战自己啊！就是因为我在台上总是很害怕，所以就是选了这首歌来壮胆一下。因为看到这首歌的 MV， 我就觉得好酷哦，好刺激哦，就是阿妹就整个变得很像。很有自信，这样就我也希望有那种自信，所以我选这个。想向天后学习，却不大会讲台语的永林，马上打电话向姑姑求救。拢是你害我来去死路命，是这样。对，阿姐，我是阿你唔知袂知哩，爱讲哦，害我去死路命，去死路命。嗯，去死路命。知道吗？嘿，袂准是去死路命，去死路命，去死路命。去死路命，嘿，对，是这样子。有姑姑的大力帮忙，永林顺利解决了台语发音的问题。接着是舞蹈部分，因为这是首呛虾的歌，舞蹈当然要有气势啦，所以每个动作都要使尽全力去做。超级累，因为这首没有间断，我实在是好累哦，就边跳那个舞步又很大，然后就是我要出力用力，然后要狠的，那我刚刚全部都是。全部出全力，所以我真的觉得下一句完全就是上气不接下气，我觉得有点肺不要。平常就有跑步习惯的永林，此时不仅步伐迈了更大步，跑步的时间也拉长了。究竟他有没有办法完整展现出歌曲中的态度呢？是，哇哦，徐永林的这个一大突破啦，哇，哎，我记得之前你那个短裤都穿蛮长的、啊，然后就说会很害羞，然后今天算是大突破喽，对，是不是？哎啊，这一块是跳完就要盖起来，是不是？还是要放下来？他自己关起来。好 ，OK， 这一段表演如何，小林老师？就是要看到那个认真的过程，他就是在那几分钟当中展现，可以知道你多用心、多努力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看的表演。张宇老师，这段表演你觉得？这个是
从刚才表演到现在，我一个没有打哈欠的表演。哦，嗯，对，我觉得我有很仔细的、很专注的把它看完，所以你有吸引我把它看完，那我觉得还不错啦。然后希望你可以慢慢的达到，就是说我下次会很期待看你演出，那这样就可以有五分。哦，马上来看看徐永麟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徐永麟的演出得到的分数是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谢谢老师，又一个20分呢！哇，小军老师有没有什么要建议他的？你就是好大力丢来，就是那个表情，你要好大力丢来，就是要有那个小，对，然后你就来呀、就是要有勾那个表情的东西多一点。好大力丢来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要有那个东西在，然后整个会有、那個。你这样一勾，我鸡皮疙瘩被你毛全部站起来跟你致敬呢，小军老师。就来呀、啊，要有一点来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对，要媚，因为梅姐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是很调。对，然后那个眼神跟表情，就是就是把你全部都勾过来那种感觉，一定要有那种、哦，因为一开始就是弄犀利啦，就是有点那种哈打情骂俏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来勾一下，好大力就来，你这样不行，你这样根本就没有做到，就是太可爱，对，是在慢慢练，回家对镜子啊，有时候其实啦，应该这样讲，我觉得那样的表情每一个人都会做。但差别在哪里？哎，你敢不敢在台上做而已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，搞不好回家你也很会做。自己对镜子的。对，但是你要敢把这个东西，当然看歌啦。哦，这个歌适合就把它放上来。我们看看徐永麟目前的这个累积分数是56分，跳到第一名的领先啦。好，不过孙智佑44分嘛，那如果他唱12分，你们就平手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你期待看到孙智佑跳舞吗？还蛮期待，因为上次他是很痞的感觉，好可爱，所以就希望再看到他就是再痞一次这样。今天我们的孙智佑又要带来这首歌《小男人大男孩》，掌声欢迎他。